传出将在七月到中国开唱的消息，只见微博上流出一份官方文件，广东省营业性演出准许许可决定，内容写着蔡琳将在广州、天河及深圳举办世界巡回，时间点则落在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六日。消息一出，瞬间引起讨论。由于蔡琳去年曾因没转发一个中国的贴文，遭质疑是台独，且到北京出席活动时又因不守手机支付，再度被网友酸台独没见过世面，因此蔡琳传出要到中国开演唱会，就让部分网友不买单，直呼台独不欢迎，更扬言要抵制。不过还是有铁粉相当兴奋，纷纷嗨喊钱包已经准备好啦，准备抢票啦。you